Hello， 又是我香港置業 Angela， 我們現在就位處於何文條一個非常清靜的內街，就是登巴道23號。我們轉頭會看一個單位，就是登巴 Place 的極高層 A 室的，它就有連埋天台，景觀是十分之開揚無敵景觀來的。我們立刻上去看一看個單位先。登巴 Place 共有一座，提供53伙，入伙日期是2013年，發展商就是太古地產。哇！這個天台真的很巨，它實用面積有接近1500呎。這裡呢，除了可以望到飛鵝山、獅子山、筆架山，它還可以望到加多利山。我們走過來看看這邊可以還望到什麼呢？是可以望到維港煙花景啊！你說呢，在市區可以找到這樣的景觀呢，哪裡有？我給我想一下先啊，暫時以我所知，即係冇一個景觀係可以媲美到呢一個嘅單位咯。啱啱睇完嘅單位個景觀咧，係咪好宏偉、好開揚、世間少有呢？這個單位還有特別之處，它是包埋兩個車位的。如果你對這個單位也有興趣的話，歡迎你打個電話給我，又或者留言告訴我。我是香港置業 Angela， 我們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